的啦。每天照着海边。太轻功了。两千多年来，台湾地沧桑起笔，并非任朝任代的商品，三百年来传承至此。当时辉煌，如此无华的故事。道教协会的开过光的，什么叫开光？佛教开光呢？就是说。我听来了。好了，大家活动一下啊！我这边这棵树2100多年，西汉时代的树，也是太清宫的树，太清宫的树基。